成都小吃历史悠久，品种繁多，龙抄手、担担面、蛋烘糕、四川泡菜等都是当地人们喜爱的天府旅游美食。而钟水饺又在成都小吃的史册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钟水饺距今已有近130年历史，因创制人姓钟而得名，又因开业之初店址在成都荔枝巷而称荔枝巷水饺，主要经营红油水饺和清汤水饺，其中红油水饺更受食客喜爱。穿猪后腿肉去皮，按肥二瘦八的比例添水剁蓉，然后加姜汁、花椒水、盐等搅拌成馅，德阳口蘑酱油、红糖、白砂糖、多种香料等熬稠成复制酱油，木马山二荆条、辣椒、菜籽油制成红油，手工揉制面团，擀出饺皮，最后圆皮包馅，下锅煮熟并滤干水分，装碗，浇上复制酱油、红油、温江独蒜蓉即成，形如月牙，皮薄馅嫩，咸鲜甜辣，蒜香浓郁，一碗简单的饺子既饱腹又解馋。浓郁的乡土气息、独具的风味特色、亲民的价格，使成都小吃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也成为地方文化的优秀代表。